小羊羔出锅，哎呀，这么大的小羊羔，小刀要两边。来点谁让他杀完这玩意儿是吧？小羊羔出锅，哎呀，这么大的小羊羔，太鲜了，哇，白条鸡一样。大概是多少钱的里边有羊羔啊？这个啊，正常的40-50的带点。哦，大概这放的什么呀？都血肠。哦，这血肠啊？对对对，灌的。对。就是拿这个大桶煮啊。对。这一锅能煮多少斤？一锅能煮个20多斤。哦，老板，咱这羊肠子里边都有什么呀？有血肠、羊胆、肥头肠、羊方子啊，嘎叉肠啊，咱的特色捆肠。哦，捆肠。对，还有手高的羊胆、羊鞭都有。哎、哦，这个多少钱的里边带羊胆？20的带点儿。啊、30的有半了。啊、哦，你家羊鞭也都大脚的个。啊、哦，就是现在卖什么价格？现在最低15。15的有点血肠，以血肠为主、啊、然后给点那个有几刀那个肥头肠，搁点油水方子啊，哎，这15的，给我来个20的带羊蛋的。好嘞，咱这个羊肠子做多少年？拿的这个历史有个，到我这是第7代了啊，有个200多年的。哦，第7代了，200多年了。对，我的天，从清朝道光3年开始干。哦。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河北电视台专门上咱来做个抓棒。哦，哎呀，这是老历史，哎，200年传承。哦，这是放的啥羊肠？这羊方子啊，再来点苦肠。哦，这个是苦肠。对，来点。哎呀，有没有这个外地人吃不习惯的？也有啊，到过这的哈子好多外地朋友慕名而来的比较多点。啊，这个本地人感觉这是美味的。对，外地人吃不习惯。感觉很重口味啊，嗯，啊，这是放的肥头肠，哦，肥手肠，对，啊，血肠，哦，这么一烫啊，拿这个漏勺，哎呀，啊，这一碗，对，这20这么一碗，对，这不是因为我拿着手机在这，跟这没关系，他是往你他搭配的血肠多啊，你要血肠少，他动的就少点了啊，主要以血肠为主啊，这东西他东西这个东西的所有东西价格不一样啊，别人来吃20也是这么一样，你不刚拉那20不都这些吗？啊，都是20这么一样，对对对，哦，就看你吃嘛，你要是不要血肠就少点了，啊，东西就少点啊。